哎，柳子，我帮你烧火。不用，柳子，你看这手冻的。哎，柚子，今天药是吃头了没有？没有，今天天冷，门关的，听不见我叫唤。来，你坐这儿等着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 柳子，今天天冷啊，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，哎，就剩下这点东西，你呀把它吃了吧，啊，来，使这个筷子。嫂子说，柳子，快吃吧，掌柜的看见不好啊，快，快把它喝了。柳子，今天是腊月初八呀。 俗话说，腊七腊八，冻傻叫唤。今天夜里你可得小心了。我看你啊，要不就寻摸个草垛，再不你看谁家的门洞子避风，对付他一宿啊。嫂子说，你放心，昨天不比今天了，冻不死我了。叔，我得走了，趁着天还亮，我再出去要药，说不定啊碰到个苗汉东、苗少爷那样的人，再要个大白馍馍啊。哎，刘子。 你等等，我这有半块饼，你要是要着吃头呢，你就把它留着；要是要不着啊，你再把它吃了，啊！哎，虽说咱爷儿俩不沾亲不带故的，可我这心呐，就是惦记着你。今儿晌午吃这块饼的时候，吃了一半。 我一下子想起你了，剩下的这半块呀，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了。来，孩子，把它放好啊。哎，六子，这天马上就要下雪了，要不你上我那窝棚去对付一宿吧，反正你省得下，也不嫌你脏。嫂子说，感觉我发了财，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。好，叔等着。叔，您还别不信。 说书的人说了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，皇上轮流坐，今天到咱家，叔，我也是堂堂男子汉，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。哎，叔等着。哎，六子，记着，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！嫂子说，啊，放心，睡不着。哦。 都捞干净了，捞干净了。我数了20个，都在这儿呢。我这几个刘师傅送过去。你先别慌，今儿是腊八，都吃咱也吃不起。你看能不能给咱彩琴留下5个？啊？怕刘师傅不依呀、啊？他刚才来过，还用眼睛数来着。我说你这……不用了，爹，您就让刘师傅吃吧。我看这豆腐也挺解馋的。 柱子，哦，这灯是烧你们家油啊？我都跟你说了3遍了，你就不能把它弄亮点儿？哦，嗯，光抽烟也不行啊，得有酒啊。炉子是不是坏了？哦，那酒和菜是好了，我先给您端去。算了吧。 还是连吃带喝行。刘师傅，哎，刘师傅，我忘了今天是腊八了，所以先买肉也来不及了，就包了这些，您将就着吃吧。行行行，有饺子吃那就过节。柱子，你跟我过去吃吧，也让你师傅一个人消消静静的喝点酒啊。你慢吃。 柱子，这日子可不能这么过啊！吃饭又吃不到鼻子里头，你把这灯弄那么亮干什么？真是！哎，狗，咱俩做个伴儿吧，我抱着你，咱俩多暖和。
柱子，柱子，快滚！哎呀，柱子，打呀！快点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！哎呀。
爹，你说这孩子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正犯愁呢吗？你犯什么愁啊？他娘啊！这要是买卖好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的不碍事。 可你说咱这买卖，他爹，要是这孩子昨儿黑夜冻死在咱门口了，那不碍咱事儿。顶多把他抬到村口给埋了。可他要是活过来了，再把他撵出去，那可是有点伤天理了。我去给他弄点吃的去。好。 你去吧，我到染坊去看看。嘿，掌柜的，听说您捡了个伙计？哎，捡了个伙计？哈哈哈哈哈！ 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哎呦，哎，你可醒了！快喝热的汤！哎，喝吧，喝吧，啊！快喝！爹，娘，爹！哎呀，进来！ 坐下，坐下啊，孩子，家里还有人吗？没了，以后我就叫你们爹娘了。爹，你收留我吧，我没有病，我可以干活，我有的是力气啊。爹，哎，慢慢慢慢，好好好好。孩子，今年多大了？14。 这是你妹妹，叫彩琴，今年13岁。哥，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陈，没名字。生下来的时候有6斤重，所以人家都叫我陈六子。陈六子不好，你应该有个大名。 你就叫陈寿亭吧。你看人家干啥？哎，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。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看你？真不讲理。你才不讲理呢！那你笑啥？ 我笑啥？那是因为我高兴。柱子，把门关上。师傅，我给您洗洗脚啊。哦，那感情好啊。师傅，昨天我去朱家铺送货。 看到几个娘们儿在评论呢，然后我就偷听了。他们都说，那您染的布啊，最棒，颜色最鲜亮，还不掉色呢。那当然了，要不我天天对着对儿都能有白馍吃呢。哎，你说的是哪个朱家？那儿的小娘们儿漂亮吗？
我说的是后街的朱家娘们儿，长得都挺漂亮，说您啊人敦实。那过两天你带我去认认门。师傅，您这是忙得出不去，咱可是在家里说，这周村的人都知道你，佩服你。你要是出去了，我可得看看谁能把你给抢喽。小六子，我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？可不，师傅，咱别的都不说，就说您那手艺，你说全周村能有几个呀？师傅，我说您得常出去溜溜，去前街听书啊，那儿常聚着一些小娘们儿，这粗活留给我干就行了。行，我听你的。赶明儿个，我下完料以后，我就出去逛逛、溜溜，我四处看看。哎，啊！话说，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界内，这么左右一看，呵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你想，没到饭时候，做买卖也没出来。哎，武松就听着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，哪儿响？肚子响。武松饿了，这一天没吃饭了，琢磨怎么办啊？看看吧，一看，嚯，有一小酒馆，小酒馆收拾得挺干净啊。门口有一对对联，这边写“闻酒三分醉”，这边写“开坛十里香”，当中这儿有一横批“三碗不过岗”，五个大字。武松想，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？哦，分明是小小酒家出此狂言，俺武松进去要多饮几碗。这武松就进得门来。把包袱往桌上一放，哎，把哨棒靠在门边上。武松一看，怎么没人呢？哎，这时候买卖少啊。来人，加料。加多少？小子，记住了，一锅水啊，就这半盆料就足够了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记住了吗？那好。哎，加。加匀了。哎，武松啊，你染布啊？啊，嗨，您就在我这儿染得了。我去周家染去，人家又便宜又不掉色儿，人家寿亭还给我送家去。我怎么就捡不着这么个胡子呢？六子，哎，五婶，
把这两块布啊给我染成这个色儿。好，吴婶，我叔老在外面跑买卖，兄弟又小，以后要是有个打打抬抬的活，你就叫我吧。好嘞，这什么时候染好啊？吴婶，你以后就别跑了，太累。明天下午我准给你送过去，我再给您挂上一层浆，这布啊就更好了。你以后啊洗烂了也洗不掉。那好嘞，我在家等着了。嘿嘿，那您请好。好。哎。掌柜的，清闲呐。刘师傅，坐坐坐坐坐。真是啊，写好灰飞家走遍天下有人夸呀。这个家字真是不好写呀。我看这字写的不错呀。掌柜的，咱这买卖做这么好，总不至于卖字儿吧。掌柜的，说真格的，咱这买卖可是越做越红火了。周村城里头差不离一半的布都让咱给染了，天天干到不早，咱这工钱是不是该涨点了？涨多少刘师傅您说。那就按100斤小米算。刘师傅，您也知道咱的买卖好是因为咱的价钱低，再加上寿亭四处的拦买，没早没晚的里外忙活。当然寿亭虽说是我干儿，可到了年底下咱也不能白着人家吧。您坐。哎，你说的是寿亭啊，依我看他迟早得是你们家女婿，你这叫肉烂在锅里头。慢说你不打算真给他工钱，你就是真给他工钱了，他能要吗？你救了他的命，他跟你要钱。刘师傅，咱可是老伙计了，多年来一直是按80斤小米算吧。80斤？这么着，我退一步，90斤怎么样？我的手艺您是知道的，我只要出了你们周家的门，指不定多少家等着请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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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按90斤。算了，100斤吧。别因为这10斤小米儿弄得心里头不痛快。掌柜的，我算跟定你了，别人就是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不跟他走。好，您歇着。众位听书是莫要慌，今天我给大家说段朱元璋。话说这朱元璋一开始可不是皇上，他是个要饭的。那位乐了，要饭的，对，有史为证。什么史？历史。这史书上这段书可好听了，我要饭的时候经常来听的。是，照你先为盖，你这饭还没要够。那倒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饿了来这儿听书就不饿了。那你别吃饭了，听书得了。得了得了得了，听着吧。最后成为了皇帝。那怎么一个要饭花子成了一个皇帝？那怎么成就的一番大业？哎，史书上说，再加上我的总结，俩字儿：善、狠。怎么善？当初行军的时候饭不够了，自己不吃，省下来给当兵的吃，多善啊！狠，成就大业之后，跟着他那些个大将东挡西杀，鞍前马后的，一个一个全让他给宰了，狠不狠的？哎，你就说，什么常遇春、徐达呀，那都是盖世武功啊。到最后成就大业之后，他一想，哦，我现在当皇上能镇得住你，等我死了以后，我那孩子还能镇得住你吗？来，过来吧。这叫当断不断，不是好汉；当绝不绝，不是豪杰。来吧，我先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宰了，这就叫先搬走我跟前的绊脚石。好。好。
有事儿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你这儿。爹，咱把那刘师傅辞了吧。为什么？他干了什么错事了？没有，爹。那为什么要辞掉人家？爹，刘师傅是个手艺人，可他心眼不好。再说了，他那套手艺我早学会了。哦，你学会了，咱就这样不好吧？爹，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，翻来覆去的也看了，咱周家没有对不住刘师傅的地儿呀。整条街上的染坊我也都去过了，可没有一个师傅有他那么大的谱啊。一日三餐顿顿吃白面，初一十五还得喝两盅。爹，咱这不是卸磨杀驴啊，是提前除害。爹，叔叔的人也说过了，慈不带兵，义不养财。爹，咱不用花那份冤枉钱，离了他咱照样干，干的还比现在好。爹，你要是拉不下脸，我去办了他。顿顿吃白面，快赶上皇上了。爹，这善和狠，你得看对谁啊。让我再想想啊。哎，还不到十五啊。老李啊，再加点热水。哎，来来，我来。云中，哎，肚子，吃饭了？不是，不让你把饭送到这儿的吗？咱回家吃。咱娘让我送的。那柱子，咱们吃饭。快点吧。吃饭。哎。王队长啊，哎。让队长我来取布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是您那块布，您走好啊。哎呦，您来了。这是您那个，哎，老大，又走了，醒醒，你干儿子来了，嗯，陈六子，陈掌柜，在哪？叔啊，大爷，好啊，好，陈六子，锁子叔，我不是不让你在这打盹儿吗？走走，回家，回家，哎哎，走了啊，啊，再见啊，大爷，夹起玩去啊，上台阶啊，哎，哎呀，陈子，屋里还暖和吧？暖和，暖和，来，你老坐。哎，寿亭。哎，寿亭，你俩还好？陈掌柜，有日子没来了啊。是啊，我这不忙吗？今天我也待不住，我来看看锁子叔，一会儿还得下去催账呢。哦，您忙啊，那我就直话直说，就是这个房钱。我今年一年的钱都给你了，你他娘还要什么房钱？您给了，今年一年的都给了，我的意思啊。您把明年的房钱，您支一点给我。我说老李，你这个院子我本来打算是想买下来的，一来锁子叔老两口啊住不了，二一个我要是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你啊，你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给抽光了，你相信吗？不会，不会。
这样，你把你媳妇叫进来。叫她干嘛呀？我是户主啊。你少跟我废话，我让你叫你就叫，快去。婶子，你喝水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哎，寿亭，你叫他媳妇干什么？叔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看你和俺婶子，年纪都大了，我想让老李的媳妇儿帮着洗洗涮涮什么的，你看你们一个院住着也近便。不行啊，寿亭，人家是房东，李家也是个大户人家。在咱们中村城，不管怎么说，还算个富户吧。狗屁富户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叔，啊，咱就让这大户啊来伺候伺候咱，是不是婶子？陈掌柜，那个家里的来了。陈掌柜的啊，嫂子，我有个事儿想托付给你。你看俺叔俺婶子年纪都不小了，干活也不方便，你就帮俺叔俺婶子洗洗涮涮啊，烧个饭什么的。现如今一块大洋能买仨丫头，这样，你帮着干仨月，我给你一块大洋。如果你伺候的好了，到年底啊，我还能多给你点。我先给你一块大洋，这是仨月的工钱。谢谢。陈掌柜放心，我一定叫你叔和你婶子穿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俩的饭归我做，做好他俩的，再做我们家的。陈掌柜放心吧。好好好，是是。老李啊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，我陈六子不是有钱没地儿花，我这钱给嫂子是让她伺候俺叔俺婶子的，不是给你抽大烟的。嫂子，你这钱呢不能给他，老李你也不能要。不要。你要是胡搅蛮缠让我知道了，我一脚踢死你，你听见了没？我不要。行了，你们去忙去吧。哎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这钱收好了啊。他不要，你一走啊，他准要。那咱就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只要把你们老两口伺候好了就行了。这周家祖坟好，合着花钱。什么祖坟好啊？那不多亏人家陈六子吗？那个小孩那个叫机灵，见面不笑不说话，那就是对主顾有说有笑的。没听他骂人吗？这伙计要是把活干差了，还会连他娘带祖一块骂。按你这么说，这活干差了还得夸奖他们。又减价了，嗯，这买卖是没法干了。哎，你想烫死我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啊，你快去，到馆子叫几个好菜。今儿我请陈六子喝酒。哟，是婶儿，哎，六儿忙着呢，快。陪你叔喝两盅啊！哎，儿子，快去院里玩啊！哎，小婷，你看你咋请我吃饭呢？哼，我不请你吃饭，我就没饭吃了啊！来，坐。叔，咱俩差着辈儿呢，这我给您倒酒。叔，你看我这整天忙得昏天黑地的，也难得给你老人家倒杯酒了。来，坐呀。古语说得好啊，父子不同桌，数值不对饮，这规矩咱可不能破了。再说我是尿壶摆在隔几上，根本不是盛酒的家伙事儿。来，我给您端上。哎，您喝。好嘞，咱俩就别讲这规矩了，坐吧。哎，来，寿亭啊，咱们俩交情也快十年了吧？是。你没来之前，我是周村里第一大的染坊，那周家的染坊都要卖给我了，可偏偏你来了，这就是命啊。叔，你这是嫌我？你这是？周婷啊，不是叔嫌你，你都快把叔挤兑傻了。
叔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哪有这么大本事？你看我那边生意挺忙活，其实，哎呀，其实不挣钱。你还想怎么赚钱？这几年，周家添了18口染缸，连着买了3铺子，接下来，是不是要买我大昌染房了？啊？叔，你说在门口门住着啊？周记和大昌啊，其实是一回事儿。过去讲的是家贫望邻富，你说我的买卖好了，来往的人多，你这不也跟着沾光吗？寿亭，拿你叔耍着玩是吧？你那家钱压那么低，让我怎么干？还沾光呢，净说些甘甜不惦记的话。不低呀，叔。您这话是从哪儿来的？你那是不低了。你那买卖好啊，一缸料染10几匹布，用的又是德国颜色，又漂亮又不褪色。叔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这德国颜料又不是光卖给周家，不卖给你，你也能使啊？你那伙计要是不会使你这样，你打发两个零头的到我那，我教给他怎么怎么使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不用你教，我现在是一缸料用半个月，就这样还亏本呢。那德国料不能过夜。你那儿买卖好，当然行，10几匹布一起下，既漂亮又划算。我敢吗？那德国料放上一天，第二天就变颜色了。你让我一缸料只染这1匹布吗？那你就怨不得我了。叔，我不能为了照顾你，把我那布染得乌了吧唧的吧？这样不仅不能照顾你，那周家那也完了。买卖少，咱得找缘由啊。为什么买卖少？找到缘由，咱也就找到病根了。啊，不能说你那边生了肺病，我也得跟着咳嗽啊。寿亭啊，来坐。寿亭啊，你照用你的德国料，这个叔不说了。但是你把价钱抬起来，这总可以吧？叔，你知道，我爹收了我，只是收了个干活的，我只管出力，我做不了主。你想想，这哪有伙计指使柜上的？寿亭啊，叔看你是个明白人，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。只要你把价钱抬起来，少用或者不用德国料，这样大昌年终赚的钱里，有你20成。叔，我陈六子打小是要饭的，我都快饿死了，我没偷过人家一个棒子。大冬天我脚都要冻掉了，人家的棉鞋放在窗台上，我没偷过来穿。我就是活得堂堂正正。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，我陈六子根本不会干。这臭要饭的，还挺难对付。这样的人，咱们咋就遇不上呢？六哥，寿亭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快吃饭去吧。嗯，我和伙计们一块吃去了，就在这吃。来来来来，姐夫，还是我那办法，绑了他，看他还硬。三儿，这勾结绑匪可是犯法呀。嗯，那呀也比等死强。三儿啊说的有道理，咱绑他，吓唬吓唬他，让他知道害怕就行了，咱也不伤他。雇绑匪啊，花不了几个钱儿。哎，二师弟，我看就这么办了。三儿啊，嗯，记住了，千万别伤人家。周家呀，现在成了大买卖了，就是跟人打官司啊，咱也打不过人家。记住了啊！我呀，非让他跪下来叫爹不可。我这就去办。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？大昌染房呗。大哥，
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我办得了的二话没有，我办不了的你就是杀了我也没有用。好，痛快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大厂染房出的钱儿啊？这还不容易吗？我就是一小染匠，既没钱也没地，连仇人我都没有，除了大昌还有谁呢？大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嘿，你小子还算是个明白人啊。我呢也是受人之托，事情啊很简单，只要你把价格给我抬上去，不用什么德国的染料，你答应了这一点，我马上就把你给放了，你也痛快，我也痛快。你看这事儿怎么样？我说大哥，你这话大昌染房的王掌柜也跟我说过，你说他这不是难为你吗？我就是一个小伙计，我能做得了主吗？我那就把你们掌柜的给绑了。我算条汉子吗？你老人家说句话呀！一台机器需要很多人开，我自己一个人办不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留了一阵子洋，一个人回来还是没有用。